讯给别人知道，也许你会打一个，会打一个，好，来画面就用一下。例如说在这个地方，我有很多很多的字幕，那字幕的特效。好，例如说我的 3D 影片，随便你去打。好，那也许我今天，我放进来，然后我的长度要短一点。再来就是这个文字，我可以改一下，例如说。天晴，我在，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。当然，也许你可以，你会想说，那我想要换字的颜色，这边全部都可以换，例如说字型设定啊，好。字的颜色啊，假设我改成黑色好了，好，确定。好，那你要改成什么字型？这边都有很多，你可以用，例如说标楷体。那改完之后呢，一样储存，去播放一下。